生意遇到瓶颈，请求祖先来帮忙。泡炸先哦，烧三三香，十公妈讲，我老老卡你卖这两个物件，好，好，你生意好。早上先烧香，把金子放在神桌上，再烧给他，居家风水啊，如果真的有问题没办法解的时候，祖先是很好用的。